第一发出个语音表，宝贝，我在家里等你哦。好心上演，等他准备听的时候，他正好听完，看到侧头跟他愣住，气得跺脚，一路狂奔回来了。我发错了，发错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回来干嘛？快走啊！闺蜜在等你呢。我解释到底发现了，家里为什么会有两个餐具啊？这什么情况？你听我解释。听你解释。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送给哪个女孩子的？快要哭了啊！宝，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都是为你准备的，你不要生气啦。对啊，像我这么损男的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呢？这个是我为宝宝特地准备的阿玛尼七夕限定礼盒，你看这礼盒璀璨夺目，除了你还有谁能值得？这里面的405柜姐说你生图了超显白送礼准没错，还有这 MyMyO 香水清新的多肉葡萄的味道，让我想到第一次见你的感觉，甜美可爱。这个皮具也是阿玛尼的，可以让宝宝放在家里带出去都倍有面。这现在是从哪里去的套路啊？送礼物都是要送阿玛尼。这次不会再说我是直男了吧？快试试呢。我好喜欢这个口红颜色，好好看，这个香水好好闻。那你现在还出去找闺蜜玩吗？当然不了，但是。